好今天来到纽约欢市去法拉盛，因为有一位热心的网友要给天津大爷捐款，我就叫他放在缅街这个金山电脑这里。那现在我就去拿钱，然后一会儿去看望天津大爷。好，现在中午12点钟。金山。这个爱心的女士那天呢，她不仅捐了刘大爷的钱，也给天津大爷100块钱，然后你今天将她的心意给她送到那边去。好的，谢谢金山哈，那我们走了哈。好的。那现在下午1点钟，和纽约的美食博主艾米在纽约，来给天津大爷买点面包，一会儿还去买点吃的给他送过去哈。这有一家优贝烘焙。对，这新开的拿两包了。买两包，8块2毛，8块5毛。对，没有防腐剂的东西它就是比较容易坏，家里温度比较高。朱大爷今天中午的时候上同乡会会长还有金山还有侨报的记者金运营把上海大爷送到收容所了，送到曼哈顿了。对，他怎么样？他心情挺好的。心情很好，他不是回到艾姆豪斯还要等好几天了。现在来到纽约环市区法拉盛的圣经美食。这个大爷，他天津大爷，他最喜欢吃那个韭菜包子，豆腐脑，现在就去买。这是侨报的记者金运仪，他今天也和我们一起去看天津大爷。再拿两个茶叶蛋，然后还要拿什么？我们坐车去牙买加那附近的一家康复中心了。好，现在出地铁站了，现在2点半了。我和艾米来到了这个姐妹卡这个天津大爷康复中心附近，因为不能透露地址嘛哈，里面也那个康复中心里面也不能拍，我们就一会儿拍一下大爷的自己的单间的病房，在床上跟他聊一聊就可以了。好，谢谢你们，还花钱，谢谢。这个豆腐脑啊，鸡蛋啊，你收了地给我。放到这上，谢谢你们，谢谢。豆腐脑、鸡蛋、面包、蛋糕，中国还有美女给你做的那个芝士蛋糕，这个没有糖的。没有糖的，谢谢。那个大爷也吃了，上海大爷吃了。肚子饿没有？我刚吃完饭。他刚吃完。哇，那你今天这个豆腐脑怎么办？晚上吃哈，当宵夜啊。腿恢复的怎么样了？也就这伤啊，现在有一寸，还有一寸。医生说还有多久出院呢？我问过他们，还有1个多月，好像是。嗯。现在不，今天没换药，因为现在伤口都变成。就是都是嘎巴了，就快好了就。艾米做的无糖的起司蛋糕。谢谢你。见面了，给你一个红包，谢谢你们，让我太感动了。平平安安。好，谢谢。这是那个网友看了你上次视频，知道你住院，放在那个金山电脑那里的，就打开这个就是人家网友捐给你的。谢谢大家的关爱。非常感谢你们看我了。等那个中美通航了，通知我一下，我就回去了。不在美国待着，在美国太辛苦。现在这个机票有点贵。现在没有直接通航的。通航，但是机票非常贵，一直到10月份都非常贵。住院医生有没有什么给你安排呢？就是你出院以后。他们原来有个中国人给我打电话。说我出院又给我安排个地方住，是谁？就这院里边的。是吗？政府的，免费的。免费的。可以啊，那你一定要去哦。我现在还没吃完呢。什么呀？上次那个？对。哇，那个过期了。上次那个面包别吃了，肯定过期了。这个你要吃啊，你这个豆腐脑。豆腐脑我先吃，晚上就吃。上次你上厕所钱都被偷了。对。那你放在手机壳后面，要不然被偷了。那天大爷你就慢慢养病啊、我下次再来看你嘛。还有1个多月出院，对不对？应该是1个多，我问过他吗？那出院你叫我嘛，到时候过来车你嘛。我们走了。好，拜拜。你开车开慢点啊。好，保重啊。对。那个天津大爷住的这个康复中心怎么样？他那个环境挺好啊。刚才我们进去的时候。都做了核酸检测，对，还填写了资料，对，不符合要求就不能进去，还测了体温，查了洗手液，感谢大家点赞、关注、转发，谢谢大家。